那么可以给你的行李了，怎么了？你拿多么可以挂，今天没忙就了。哎，哎，别放心，那老三在这里，我要去。别动了，哎，别动，你也当那个门口，你也叫叫，还有毛线了没？忘不了。 哎，你要真的是个瓜友啊！我他妈，还得弄回来，还得，那可不不留你干的。 南通呢？ 对，来就俺那来。 对，干嘛？不是打了气球，是忙活。别吵了，姐。嗯。